聽歌預備咗都多嘅，同埋預備咗係即係玩嘅，即係俾我放鬆下嚟。因為我其實刻意前面講咁多嘢，就諗住 encore， 點知原來個場係十一點一定要完嘅。咁所以我 encore 完第一隻歌已經52分啦，我講多幾句就差唔多啦。咁所以無謂係咯，即係唔好最緊要守翻規矩啦。咁就希望睇呢個呼籲，聽日早啲入場。咁因為今日都8:10，8:09、8:10先要開啊。咁今次係咪自己都好 enjoy 個舞台啊？你講到？頭一 part 有少少緊張嘅，咁但係我 enjoy 嘅，即係 overall 我諗過咗頭一 part， 我已經係拋開咗好緊張嘅感覺，咁就盡量同埋見到咁多人支持我啦，覺得好開心啊！即係我有嘅，我 enjoy 到。咁你都拎咗啲獎牌上？係啊，20啊，同埋係啊，好襯啲衫，係啦，咁同埋佢係一支。真係好好嘅麥，真係慳水，真係好慳力啊！唱歌咁同埋我自己就覺得自己個人演唱會必須要用呢支麥，尤其是我第一次，所以係啦，多謝賢仔。有冇邀請佢？邀請佢，我唔知佢會唔會嚟喎。有冇邀請先？係啦。我有冇邀請？有噶。你聽日問我答你。拜！今次都練咗十八波無謂喎，樂器方面都好多。係咪好勁啊？即係都犀利啊！即係四年內未試過彈吉他，因為我係唔識彈吉他嘅。咁我其實用咗差唔多都天資又唔係幾好啦，咁啊用咗半年時間去苦練，都冇苦練嘅輕練，咁一路練下練下。咁同埋有唔同，因為我覺得原來可以做演唱會係要即係咩你識嘅嘢全部引曬出嚟啊！咁就即係呢度聲嚟呢度聲啊嘛。我都錯，幾重應該呢度聲啊，係啦，就。這條線的東西今天又練了很多舞，練了4隻而已，練了一個月，一路拍戲一路練，反而跳舞就其實呢有少少是甩了都不要緊，即最重要是有型，即是或者是人們開心，估不到玩波波他們都挺開心。本來是的，但是上了去之後唱到我想唱了8、6、7隻歌開始就沒什麼壓力，那就盡情的再了，那我都是的，我都有的再了。日文那首歌呢？日文那首歌厲害，因為我很想唱的，其實那 part 就是梅花間竹那樣 sweet， 跟住好行 sweet 好行，那最後的收尾就是這首歌啦，這首歌都是陪伴了我很多讀書的生涯，就不懂日文的，不過將它拼音拼出來，就有張貓紙是有些中文字點的，即可能那些字是個拖字，我就寫個拖手的拖字上去，跟住自己一路在看，你見我以為很投入，其實隻眼看緊讀貓紙在讀上去。練了多久？練過日文啊，其實就是拼那下難的，看住咁都得嘅，咁同埋因為有啲音咧，你唔可以就咁拖咗，咁就唔似啦，咁咪拖咗，咁咪似入翻啲音咯，即係要模仿啫，都係係啦，係啦。咁張家輝又俾10%成，好勁喎呢個，係啊，因為其實本來同事係有問我，喂，其實真係可以請到嘉賓哥哥嚟做嘉賓嘅，我話又好似未，又好似未係好需要住，咁係啦，咁因為我都有心水咩嘉賓嘅，咁估唔到原來突然之間導演喺個耳仔講話你同事都有 surprise 俾你，真係犀利，係啊，咁就係啊，我會支持下佢。我仲以為你會感動到喊，係咯，你都唔喊？我有喊少少，因為其實我目標想整喊佢哋，冇理由，即係我 set 個陷阱，冇理由自己跌翻落去噶嘛，咁就係跌咗一半嘅時候唔得喎，冇理由跌翻落去，咁我就係啊，咁樣係就唔好自己跌落去。因為都我覺得今天是即係感都開心感動的一天嘅，咁唔好喊都好一件好事，唔好喊都係大個仔嘅一種。咁你上面即係又有聽啲電視啊，但係另一邊嘅觀眾反應睇到。哦，佢有個 monitor 啊嘛，即係有 monitor 啊嘛，呢個世界上咁有有 LED screen 咁就睇唔到都冇辦法啦，係啦，即係因為我自己其實都唔係好成日睇到自己除衫個樣，所以。我都不是經常看
到咯，點解佢哋會睇到咧？下次上紅館佢哋就叫你唱歌。最慘係話紅館嘛，咁我唔會咯，即係就算有機會唱紅館，我都唔會唱。但之後會唔會可以大尺度多少少咁樣咧？預告下。其實個尺度係即係聽日會唔會大尺度啲啊？聽日可能喺嗰個表演上嘅尺度會大啲，咁就裸露上方面都未必，即係高多啲啲啦，最多咁樣咯。唉，唔好成日都係咁啦，我都諗住除衫除衫咁樣。哎呀！大家你上次又揭開咗少少，今次大家我今次揭開多咗嘅，多咗嘅。喂，但係你覺得點先？而家一揭起咗，睇唔到啊！就係太快啦，你而家揭嚟睇下先，再嚟多次啊！冇可能啦，再嚟多次啦。聽日再諗啦，聽日嘅事啦。咁今日嘅事今日先咩啦？聽日我再諗下啦。因為其實唔著唔著底衫唔係我話噶嘛，即係造型師嗰啲計劃好曬啦。底衫都做嘢。咁幫你話翻到幾下個俾你？哦，我話好，我話呢幾個月壓力都幾大，因為啱啱同 MC 開完 friend， 即刻就拍戲，跟住又有好多工作，跟住然後因為我揾唔到減壓嘅方法啊，咁我又冇得食。因為剛才打氣見到大家有收成，那是因為我一壓抑住自己，跟住又拍戲又辛苦，跟住回家其實你見我又要練吉他，又要日文，又要練跳舞，跟住就變相呢，就有一天我就無緣無故回家搭電梯呢，流眼淚，跟住要在家門口喊了一分鐘，跟住抹返啲眼淚，我被媽媽見到才入屋，那就我喊不知道什麼來的，那就但是今天開心啦，值得啦，係 OK 啦。覺得算超價，因為我覺得比我想象中順嘅所有嘢都，因為我其實因為你知啦，即係通常第一場都唔係好，未必會好順利咁，今次好順利咁就開心，咁同埋個天今日晏晝陰咗一陣，咁好彩都好個天啊，我聽日希望。咁即係 fans 都睇到啦，我冇得食㗎，咁就但係我即係心意啦，同埋啲同事會食㗎啦，但係啲同事就。比較嫌輕咁滯，咁同埋我聽因為我都知場。